这上面的所有的成分，包括磷脂，包括穿插在磷脂分子之间的蛋白质，其实都是可以漂移的。OK， 所以你还得想象一下，它就是一个动态的状态。所以，真的比较好想象的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在水面上面铺一层保丽柔球，看哈，所以你可以去在水面上呢开始搅拌，啊，在你搅拌的当下呢，保丽柔球随时在移动它的位置，可是，一旦有一个保丽柔球被你推开了，那个空间迅速会被旁边的保丽柔球给填满。OK 哈，只要你不是太暴力的情况之下，所以只要细胞没有承受非常大的外力，那个脂双层的架构都会存在。啊，所以举一个例子好了，一般来说我们要打碎这个动物细胞，有一个非常简单啊又便宜的技巧，就是什么？就是搅拌。你知道，以一定的程度剧烈搅拌之后呢，这个细胞就可以被你打碎了。然后接下来，比如说你要取细胞里面的哪一种成分去分析再说。好，然后所以还有另外一个，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补充到，你真的要去形容，就是说磷脂分子是可以漂移的。然后磷脂分子之间呢，会穿插了一些各种功能的蛋白质。我们到目前为止，真正现在要讲的只有运输，啊，所以事实上，运输蛋白确实占着细胞膜很重要的比例上一个部分。那可是还有其他的蛋白质。所以如果你要去完整形容这个架构的话，它叫做流体。流体是在形容细胞膜上面的大部分的成分都是可以自由移动的，而一定的范围里面是可以自由移动的。然后呢，蛋白质是卡在那个磷脂分子之间，那我们就把这个特质称为叫做镶嵌。所以形容细胞膜比较接近这个完整的架构呢，有另外一个说辞叫做流体镶嵌模型，就是你要把蛋白质加进来，那这个会比较像是真正的细胞膜。脂双层只能去凸显出那个两层磷脂排列这个架构，但是细胞膜不会只有磷脂这个成分，因为它功能面基本上是不足的。好，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你要去考虑到什么样的东西细胞要进进出出。而一般来说的话，光进这件事情就有点麻烦的。比如说细胞需要很多的。比如说有记录这个部分的话，光是像葡萄糖，对，氨基酸，蛋碱基，对，这类的有记录。然后分子量不要差距太大的，葡萄糖六个碳嘛，你就拿六个碳来当做参考啊，所以实际上不要太夸张的话，原则上都还算是细胞需要的小分子的养分，所以像脂肪酸，然后胆固醇，哎，这类物质全部都是有机的。然后再去考量到无机的部分，包括像钠、钾、钙哈，是人体需要的阳离子的前三名，好歹记一下这三个，因为很好用。好，然后阴离子的部分的话，因为氯离子常常跟着钠离子一起跑，然后碳酸氢根是一个常态，然后接下来可能还有磷酸根，你看 ATP 需要磷，对不对？磷脂需要磷，对不对？你的骨质需要磷，你看哈，所以像这种比较指标性的，很有可能常常会提到的哈，就是熟悉一下哈，把它变成是常识。然后接下来无机的还有可能像氧气，然后像二氧化碳这种。所以我们还不用考虑出，我们光考虑细胞需要的这些资源物质，对不对？它活下去啊，所需要的各种有机物跟无机物，再加上还有一个不是占有比例最多的谁？水 ，OK 吗？好，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些东西想要穿过细胞膜，如果我们现在把它当成是这是细胞外，然后这边是细胞内，
那这些物质要从细胞外进到细胞里面，基本上呢，它当然要通过细胞膜。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它要通过细胞膜的时候，有一个一定要先考虑的选择是什么呢？磷脂跟磷脂分子之间，我现在是刻意有画出一个空隙，磷脂跟磷脂分子之间真的也有空隙。所以如果你要通过细胞膜的话，应该首要考虑的就是说，细胞膜上面磷脂你再怎么排，对不对？你去想象那个水面上飘的一堆保丽绒球，你保丽绒球基本上有一定的体积，对不对？所以保丽绒球之间势必一定会留下一个小空隙。可能的情况之下，我可不可以直接穿过这些空隙？对吗？大家考虑。那问题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说你现在把细胞膜当成是一个网子，所以能不能通过这个网子，可能你只会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你那个物质跟那个网子上面的洞的大小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会想说，今天我只要这个成分它够小，网子的那个网目上面的孔隙够大，那我这个物质应该是可以通过。OK， 大小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可是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来了。看这个词，大小确实要考虑，可是真正决定细胞膜性质的中间这个地方占的比例，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三明治来看的话，上面跟下面这两个部分所占的比例很低，真正中间占的比例很高的是疏水层。OK， 都已经告诉你它怎么样的，疏水，它跟水是互斥的。所以今天哪怕水自己要通过，你都要认真考虑到我这个地方这个空间允不允许水分子可以进来。对不对？当水分子每次到达这个地方就被踢出去，那你更不用考虑说水分子有机会穿过，然后进到细胞里面，可以理解哈？好，所以接下来再回过头去想一个问题：钠离子够不够小？钾离子够不够小？一 A 的金属基本上应该知道，它还蛮小颗的，对。好，这么小的一个，这只是一个原子，然后脱离了一个电子这样的状态，对，我应该还可以承认它应该还是很小。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们的存在就是带电的这个性质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它们可以溶于水。如果现在它们要溶于水才能够表现它们离子的特性，然后现在问题是水能不能穿过细胞膜，我都要认真去仔细想想，到底有没有可能会发生的？那请问这些溶于水的，能不能跟着水一起走过来？听懂这个困难吗？好，所以我们再回过头去看那一些细胞需要的养分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可是它们有一个好处，像脂肪酸、甘油、胆固醇这种，虽然它的分子量确实稍微有一点大，可是好处是什么？我用一个另外白话说吧，你脂溶性的东西比较容易进到这个地方来，脂溶性 ，OK， 所以只要这些物质能够有机会到达这个地方，对不对？它应该就有机会再到另外一边去，记得吗？虽然问题是在于，那它凭什么要从细胞外进到细胞里面来？浓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它必须有这样的条件，就是在细胞某一边，比如说细胞外啊，现在呢，细胞面临着很丰富的脂溶性的养分，然后相对来说，细胞内啊，这些养分的浓度比较低，然后整个细胞膜当中，对他们来讲，真正比较困扰的地方是只有哪里？只有细胞膜的上下是不是亲水？比如说水溶性的东西，像脂溶性的成分，然后它要去接触那个水溶性的这个表面，这样是不是有点性质格格不入？可是再回到这个词，细胞膜是可成分是可以移动的，懂吗？所以我只要能够在磷脂的移动过程当中，对不对？顺利的突破这个
比例占很低的表面的这层障碍，接下来这个地方跟我性质是相同的，对，再加上浓度上的这个趋势，对不对？我就可以从高浓度向低浓度的方向移动。所以一般来说，疏水性的成分，疏水性的成分或者是气体，因为一般气体难溶于水，可是气体相对来讲，它比较容易溶于疏水性的环境，所以气体或疏水性的物质，通常它们在通过细胞膜的时候，细胞通常没有特别设计运输蛋白给它用，因为不必要，所以它只需要利用磷脂分子之间的空隙就可以穿越 ，OK， 这个时候你再来考虑大小。那个磷脂的组成成分总共三个，还记得吗？磷脂的组成成分总共三个，刚刚已经念过了。那个结合的基础是甘油，甘油抓的两条尾巴，两条尾巴的成分是脂肪酸，对不对？再外加一个中性脂，三酸甘油脂没有的成分就是磷酸根。所以如果你今天先考虑它是不是具有疏水性，然后第二个考虑是什么？如果它是三酸甘油脂，是中性脂吗？如果它现在是中性脂、三酸甘油脂，甚至是磷脂，这么大的分子有没有办法过来？就没有，这个时候就真的要考虑大小的问题。看到吗？好，所以一般来说的话，你拿葡萄糖来看，葡萄糖是有六个碳乘以二，大概12个 ，OK， 勉强还可以接受。对于细胞膜来说的话，这个都还是可以接受的分子大小的范围。用碳的数目来去想象它的大小，所以比葡萄糖还要小的啊，以葡萄糖的碳原子的数目的组成来说，这个范围里面你要考虑的是它有没有具有疏水性。那当分子量在更大的时候，像中性脂类、三酸甘油脂，这个分子量真的太大了。OK， 所以淀粉要不要考虑？可以理解吗？甘糖不用考虑了，纤维素，懂吗？这些分子量已经大到非常夸张了，对不对？用几十个葡萄糖的单位做出来的大分子，你要不要考虑它可以直接通过细胞膜？不用，一是很大，对。二，你从它的疏，它有没有疏水？没有。这些物质一般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偏向于水溶性，所以它通过细胞膜就更困难。看好，所以这些东西它能不能通过细胞膜？第一个，先看它们对于疏水层的相容性。二，考虑它的大小问题。所以单纯的脂肪酸可以，但是脂肪酸你两个三个跟甘油结合在一起之后，这个分子量就有点过头了，所以它直接通过基本上就很困难。这样 OK 吗？所以接下来再去考虑这一块的问题了。那这些东西基本上呢，摆明的它就是属于具有亲水性，白话的说法，水溶性。OK， 所以我们先把水搞定了，再来搞定这些东西。你们以前国中就讲过这件事情，水通过细胞膜的时候，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三个字，应该有讲过这个词，水通道，有吗？水通道基本上是细胞膜上面一种蛋白质，它可以专一性的运输水通过细胞膜。所以你看哦，如果连水自己要通过细胞膜都要借助工具，那请问那一些应该要是溶于水才能够存在的物质，对不对？它需不需要借助运输蛋白？那可以理解吗？你用这个关联性去想，关联性去想。好，所以目前的看法是，大部分的水分子要通过细胞膜的时候，它是需要运输蛋白协助的。那运输蛋白有各种造型，那它的运作的方式也不一样。有一些运输蛋白会像协助水分子通过的这种运输蛋白，就是我需要运输蛋白，可是这种运输蛋白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它不需要去消耗能量。OK， 跟有一些运输蛋白是第一个，蛋白本身就是工具要载；二，这个工具你要提供能量给它，它才能够工作。这样比出来没？听懂吗？工具还有不同。工具还有不同，有一些是不用能量就可以做事情的，有些是要代价基本上才会做事情的。那细胞常常是两种工具通通帮你准备好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条件还不错，什么样的条件还不错？你有浓度上的优势，那这个时候呢，就省一点能量，透过这种不需要能量就可以通过的工具，比如说像水通道、钠通道、钾通道，所以一般来说用猜的，你只要看到通道两个字，就想说我现在能做一条水管，然后这个管子呢，把它插在墙壁上面 ，OK，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是一个通过的管道，然后好处是管道帮你做好的，不用能量，那就可以帮你搞定这件事情。好，那如果你有听到像这样的字眼，帮补，这里还有一点比较，今天可能来不及补充了。如果你听到像帮补这种字眼的话，比如说在你的细胞膜上面有一个超级重要的帮补，这每天消耗不少能量的。叫做钠钾帮，这个运输蛋白很奇怪，一般我们都会强调，运输蛋白蛋白应该要专一性，对不对？可是这个蛋白质的专一性很奇怪，钠钾通通都是在它的运输对象，但是它还是叫做有专一性。好，所以只要看到这个字眼，现在是方便你先记一下，只要看到这种字眼，几乎都是需要消耗能量的那种运输蛋白，你只要看到通道，就想说啊，我就是做一个管子，那方便物质通过，它不用消耗能量。那细胞基本上为了要应付各种状况，所以常常是同一种东西，我两条管道都帮你准备好。OK， 因为这种浓度从高到低不是永远都这么理想的。你可能会经常性的面对一个细胞，比如说细胞明明现在他手上已经拿到很多葡萄糖氨基酸，可是对细胞来讲，他现在仍然继续需要。可是我们去看细胞外的时候，细胞外的养分条件就是不理想。请问细胞现在还是继续需要，他一定要想办法去拿到这个养分，对不对？所以只好干嘛？做一点投资，听懂吗？虽然细胞手上相对于外面是比较多，可是对细胞仍然有养分的需求，那是不是要想办法去拿到这个养分？所以这种前提之下呢，就只有利用帮补所进行的主动运输。你看那个主动的字眼，我刻意把这些细胞需要的物质拿进来，代价是什么？你要投资能量才能够做得到，这是值得的。Okay 啊、如果你去看有氧呼吸，我们讲过，有氧呼吸一个葡萄糖，如果顺利完全氧化，我最多可以拿到38个 ATP， 我投资一个 ATP 拿到一个葡萄糖，将来把这个葡萄糖好好用掉，对不对？我可以拿到30几个 ATP， 有什么不划算的？听懂吗？就算是这些电解质来讲，对不对？细胞明明就是需要，它将来在细胞里面也不会产生能量，可是我就是需要不拿，对，那细胞就不能正常运作下去，那这个能量怎么可以省下来？Okay， 所以细胞其实常常它是两条管道，它都帮你设计好了，然后呢，以应付不同的需求，有这么便宜的条件存在的时候，我现在刚刚好细胞外的养分浓度是高，里面是低，对不对？我透过这种运输蛋白，基本上非常的经济又划算，对不对？当细胞外的条件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难道我这些养分的摄取我就不做吗？照做，那你可能要借助像这样的一个运输蛋白。好，所以如果是那些帮补所参与的运输，我们就把它叫主动运输。那至于那个呢，有用到运输蛋白，但是不需要消耗能量的，就叫做什么？便利扩散，或者叫做，问一下我们这版本叫什么？促进性吗？促进性，促进性扩散或者叫便利扩散。
一样的意思，是翻译的问题而已。这样 OK 吗？所以需要用到运输蛋白的运输方法里面有促进性扩散跟主动运输，而两个的主要差异在哪里？两个的主要差异是这个地方，细胞有没有动用到 ATP 这个化学呢？这样 OK 吗？好，可是你把三种会通过细胞膜的这个物质通过细胞膜的方法，这三种里面来看的话，有两种是不需要消耗能量的，有一种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右边这个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可是对应到左边的这两个是不需要消耗能量，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叫什么？把这两个叫做被动。所以如果你有看到被动运输，被动运输指的是，它强调的是说我这样的物质的通过方式不需要消耗 ATP。那有没有跟你讲说它不需要工具？所以被动运输包括什么？被动运输包括了不需要运输蛋白的简单扩散。为什么挂的简单这两个字也是在凸显出它不需要工具的协助，所以用简单 OK 吗？那你那个不需要能量可是需要工具的呢，就叫做促进性扩散或者叫便利扩散。有没有看到它又挂的这两个字来强调，这一种方法虽然需要工具，可是它还是需要跟简单扩散有相同的条件，就是你要有那个高浓度往低浓度的这个条件 OK 吗？那差别是在于因为那些物质的性质，所以呢现在需要运输蛋白的帮忙，但是不用消耗能量，所以左边这两个称为叫做被动运输，这个词是用来对应谁？用来对应那个主动运输。所以主动运输是在跟你强调这两种方法不用消耗能量，但没有跟你强调说它不需要运输蛋白。所以这个地方中间刚好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有用到运输蛋白但不用消耗能量，这样可以把三种运输方法区分清楚了吗？ OK， 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算讲第二次，但是虽然讲的有点简单，但是有没有哪边不懂？
但是那些溶于水的，基本上就是有两条路可以选，你要么就是遍地扩散，那要么就是主动运输。那对水来讲，一定不用消耗能量，水要走简单扩散可以，可是它的发生的几率应该相对比较低。透过工具运输蛋白的协助，啊，这应该才是主要的管道。这边好，很快，时间有限，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来了，我现在只是画一个细胞膜，我们重新用一个细胞的观点来看，现在细胞好不容易拿到这些养分，细胞来讲，拿到这些物质应该是必要的。只要它想要表现生命现象，它就要摄取养分，对不对？所以摄取养分的意义就是像这些东西，不管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的，只要对于细胞的生长、正常的运作有帮助的这些物质，其实它的意义都可以叫做养分。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透过主动运输。然后也可以透过便利，扩散拿到这些物质，然后水，因为水的话，你可能这一些东西有两条管道可以走。我今天有高浓度到低浓度，我就是去走便利扩散，对不对？如果条件不适合的话，我起码还有主动运输这个方法可以做。OK 哈，这些东西某种角度可以把它当成是拿多拿少的问题。好，然后等一下可以谈氧一下，然后水呢？水平均来说占细胞的组成70%，你去想象进出细胞膜的物质当中，水应该不会排到第二名。对吧？细胞对水的需求量一定占得很吃重，可是你所有的方法，你看哦，主动运输跟便利扩散似乎只能解决这一块，对。现在对于生细胞来说的话，当它需要水的时候怎么办？当它需要水的时候，如果水主要是走促进性扩散、便利扩散，然后呢，一般的物质溶于水，所以我们会知道它会从高浓度向低浓度的方向运送，对不对？那水有没有浓度的问题？我们一般讲的水溶液的浓度都是从溶质的观点去看浓度，对不对？所以水到底怎么在细胞膜的两边平衡？当这一些东西进来的时候，这些东西的浓度，你知道这是浓度负号吗？当细胞不断的把这些各种物质吸收进来的时候，这些物质在细胞时的浓度是不是上升？没错吧？好，然后做这件事情很合理，细胞需要养分，所以细胞不管它有没有用到能量，现在细胞开始吸收的养分，所以导致细胞内各种养分加起来的浓度，它就不断的往上变化。那所以这个对水有什么影响？这时候相对于这个界限的两边，细胞内水在整个这个空间当中占的比例是不是在降低？就这里面相对水会比较少，外面水会比较多。请问水在平衡的过程当中怎么决定？一般的物质可以谈浓度，对不对？所以当细胞不断的在摄取养分的过程当中，那一些各种有机物、无机物的浓度等同于是下降，
所以这个时候有利于水分的平衡方向就进来。所以细胞取得水分多么自然，它只要细胞只要正常的去想办法拿到它需要的有机物或无机物，它自然而然就可以产生一个条件，就是细胞里面水相对的比例上来讲它是变低的，那相对于外面来说水是比较多的，对不对？所以水就是从多的地方跑到少的地方，这时候细胞是自然而然就拿到水分了。我举一个例子，当细胞正在进行有氧呼吸，它是不是会把氧气消耗掉？氧气有没有办法用主动运输？所以细胞怎么拿到氧气？没办法促进啊，氧气也没有促进性扩散啊，氧气只能走什么？氧气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简单扩散。所以细胞怎么拿到氧气？我只要认真的把氧气用掉，对不对？你大气当中的氧气浓度是持平的，大气当中氧气的浓度你把它当成是稳定的，所以细胞在消耗氧气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有可能让细胞内的氧气浓度比细胞外还要低？那它怎么拿到氧气？它只要正常的消耗氧气，它就可以把氧气拿到。OK， 所以细胞怎么排除二氧化碳？每次当它在有氧呼吸产生二氧化碳的时候，细胞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是不是就有可能比大气当中稳定的二氧化碳浓度还要高？所以它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把二氧化碳给排除出去了？需不需要刻意做？不用，它只要正常的运作就拿到了。同样的道理，我细胞只要正常的拿到我需要的养分，水自然就跟着进来了。所以水常常跟着谁跑？水常常跟着养分跑。细胞怎么去移动它的养分，水就跟着谁跑？有没有？所以细胞吸收的养分，水就顺便带动进来。你没有办法对它用能量，没办法。这样 OK 啊？所以这也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看那个你们国中就学过的概念，所以对于水来说的话呢，水的便利扩散现象，我们常常会特别把它称为叫渗透，啊，它可以单独讨论，因为你今天把一个水，不是把一个细胞，啊，放在一个跟它这一个细胞质。细胞里面的整个水溶液、哦、你可以把它称为叫做细胞质，对不对？细胞质应该有它自己的浓度，有没有人在用那个生理盐水？生理盐水，有没有看过它上面的浓度？应该是在0.9%到1.0%。看啊，好，所以什么叫生理食盐水？生理食盐水是指这个盐。我把它配成生理浓度，那个生理浓度是针对谁？就是针对我们的细胞质，所以我们的细胞质的各种溶质的总浓度就大概在0.9%到1.0%这之间。你今天如果把细胞放在这样的一个生理食盐水当中，请问我们的细胞会有什么变化？会有什么变化？没什么特别变化，为什么？你把一个细胞放在跟它外面浓度约略相同的环境，这个细胞是会有最正常的造型。表示相对来说，如果你现在把细胞放在清水当中呢，它清水里面大概细胞是0.9%到1.0%，请问哪边水比较多？外面是不是比较多？相对的问题嘛。因为里面好歹溶质有浓度，外面是清水、哦、我们把它当成是溶质是零，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细胞是不是开始吸水？所以你现在呢，细胞不断的吸水的结果，等到细胞吸水到一定的程度，细胞是不是就会长破？因为阻止不了嘛，外面是清水，你细胞永远都会有这些各种葡萄糖、氨基酸，不要忘记哦，细胞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哦，还会有其他的成分哦。对不对？如果你把这些零零总总的这些溶质加进来的话，如果外面真的是清水的话，它根本挡不住水跑进来的趋势，所以终有一天基本上细胞会胀破 ，OK 吗？可是这个如果在植物细胞会不会发生？植物细胞幸好我们把一个框框加进来，对植物细胞它有一个保护细胞形状的构造，就是细胞壁，所以基本上。像植物细胞，像细菌来说的话，我了不起只是细胞长大会不会破？不会，因为有那个框框保护。动物细胞只有细胞膜，没有细胞壁保护。
所以如果之后阻止不了那个水进来的趋势，细胞基本上就会打破，OK 吗？但如果现在呢，是你把我们的细胞放在一个2%的盐水，那这时候会产生什么问题？里面只有1%左右，外面是2%，所以请问，细胞会不会允许它好不容易拿到的养分流失？你从一个最合理的角度来说，不会吧？哈，好，所以既然细胞肯定会守住这些有用的有机物或无机物，所以接下来只有谁会移动？因为你控制不了它，对，只有水会往外跑，所以这时候水的渗透方向就往外，导致整个细胞开始，它就会呈现萎缩，萎缩表示体积产生很大的改变。谁能够造成体积这么大的改变？当然是因为水的流失。OK 啊，那这一点大概植物细胞也不会差到哪边去。所以植物细胞，你想办法把它放在一个跟它细胞质相同的环境之下，这个细胞呢会有最自然的造型。可是，一旦植物细胞萎缩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你把细胞壁啊想象成这种东西，就像一个纸张。你们细胞壁想象的那纸张硬光光的，然后所以等到植物细胞在萎缩的时候，产生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那个框框还留在原来的位置。如果框框被往外推，是会变形。那你细胞里面在萎缩，主要是细胞质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细胞膜连着细胞质。那个原本细胞膜应该跟细胞壁贴在一起，两条线几乎贴成一条线，结果后来呢，经过这个萎缩的过程当中呢。水往外跑了，然后它就产生一个细胞壁跟细胞膜或细胞质分离的现象，我们把它称为叫做把它称为叫直立现象，这样 OK 吗？所以你会去看到课本为什么要特别去讨论水的这一块，因为水的进出最频繁，水的进出占的比例也很大，而水的进出对于细胞的形状连带有严重的影响。OK 啊，好，所以对细胞来说的话，这些溶于水的东西、不溶于水的东西，加上水本身，确实都是细胞需要的资源。那水的问题是在于，当细胞在吸收养分的时候，它自然而然会获得一个拿到水分渗透的条件。对啊，脂溶性的东西基本上就凭运气。刚讲的，如果对于一个细胞来说的话，它正常的用掉氧气，它自然就可以拿到氧气的条件。除非遇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我在现场为什么会发生问题？我在现场为什么发生问题？那我在现场说，难道你就不需要呼吸吗？就你现在活在现场，周遭的氧气被消耗掉，所以你吸进来的就是氧气浓度很低的空气，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吸进来的空气，细胞所面对的这个氧气的浓度比它自己还要低，那这会造成什么问题？你不但氧气没拿到，你还让细胞里面的氧气会跑出去，听懂吗？但是那是例外，没问题哈。我们以正常的稳定的大气的条件来说，对不对？只要我细胞认真的、正常的用掉氧气，我就取得氧气扩散的条件，对不对？我有氧呼吸产生二氧化碳，所以这时候我就得到一个把二氧化碳扩散出去的条件。所以我们讲的是正常，那所以异常的原因当然就是方向不对了，对不对？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不是你能够刻意去控制的啊，但是只要细胞所面临的环境条件是正常的时候，就没有问题。这样看吗？好，所以接下来。最后一个小主题，酵素。OK， 酶或者称为酵素，基本上它的功能主要是在于催化。好，这是酵素的第一个功能。好，可是怎么去看催化这件事情？如果说葡萄糖加氧气，基本上可以氧化这件事情，
化学的课堂上面，你可以去讨论葡萄糖可以发生氧化，这大家应该都可以接受，对不对？可是它的氧化的过程，如果我们用一个化学上很常见的反应方式叫做燃烧，燃烧是一个剧烈的氧化过程，燃烧需要有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燃烧需要的三大要素，第一个要有可燃物，二要有助燃物，三条件一、条件二、条件三，我要先让那个可燃物达到燃点，对，你要让蜡烛烧起来，你还得先帮它点火，就给它，将来蜡烛燃烧会发光发热，但那前提是我还是要点个火，让它先有热。对，那个动作在干嘛？那个动作在告诉我们，很多化学反应，其实你希望它发生，可以，请你先给它一个能量。OK 啊，只是有一些化学反应呢，那个给的能量实在是很低，所以你感受不到。但燃烧一定可以让你感受到，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让它达到燃点？因为有一些化学反应，它是需要有比较大的反应门槛，那个门槛叫做什么呢？那个门槛叫做活化的。你得先把葡萄糖跟氧气加热到一定的程度，它们才会开始发生反应。OK， 所以到时候葡萄糖开始燃烧、发光、发热，请问你实质上看到的反应的热量变化、能量变化只有哪里？只有葡萄糖完全燃烧产生二氧化碳跟水，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反应热。所以反应热只是在于产物跟反应物之间的能量变化，可是这个没有办法让你看出来。一个化学反应要反应的过程当中，你得先投资多少能量，这个反应才会发生。OK 吗？应该也知道，我对酒精点火，是不是很容易就烧起来？我对一个木头，搞不好烧老半天，基本上有烤肉应该知道，对不对？你要点很久，基本上它才会真的开始烧起来。这表示什么？不同的化学反应，其实你要跨过这个反应要发生的这个门槛，也是要跨过那座山，会有一点困难。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说葡萄糖的燃烧，今天它只是一个葡萄糖的氧化，它只是一个燃烧的反应，显然的，它需要承受的那座山的高度好像蛮高的。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在你身上发生？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方式，假设你要让葡萄糖燃烧的话，你需要先把它的温度提高到100度。请问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体温，因为要应付葡萄糖的氧化，所以先把你的体温升高到100度，等一下再降下来？结果下一分钟的时候又要再来一次，对不对？所以这样温度来来回回，我们身体怎么承受得了？不要讲那个100度，我们承不承受得住？光那个温度那个起伏的升降，对不对？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OK 吗？好，所以在生物体内比较可行的是，我可不可以？因为葡萄糖跟氧的能量我动不了，二氧化碳跟水的能量我也动不了，因为这是物质的特质。可是我可不可以想办法把这座山的高度降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反应少了这么多能量，也就是说我那座山的高度只要到这里，我就搞定了。所以谁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酵素都在做这件事情。当一个有酵素参与的化学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当中，酵素不会去影响到反应物的能量状态，这是物质的特质，它也不会去影响到产物的状态。既然反应物跟产物的能量都不是酵素可以去动到的，所以这个反应过程当中到底会释出多少热量，它影响不了。所以它影响的是什么？我们只有37度的体温，不多不少，就这么多，对吗？所以当酵素帮忙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体温可以提供的条件之下，让这个反应就可以发生。所以酵素帮忙的是，它把这座山降低，让反应更容易发生。刚讲的，这叫什么？这叫催化。OK 啊，所以酵素的催化，它其实是在干嘛？它其实是在降低活化能。
可是问题是，酵素几乎都是蛋白质做的，所以我那时候讲过，你只要看到蛋白质，一定要去想到蛋白质的专一性。所以后一淀粉酶是针对谁来催化碳分解？淀粉可以，肝糖很像可以，胃蛋白酶针对蛋白质 ，OK 吗？好，再来第三个，同样是蛋白质，一定要去想到蛋白质很不幸的。它有一些敏感的环境因素，其中几个比较明显的，你的唾液是在中性环境下作用，但你的胃是在强酸环境下作用，到了肠道是在碱性，所以不同的酵素会设计在不同的环境下作用，你要给它适当的环境 ，OK 吗？除了这种 pH 值酸碱的变化之外，温度会很明显的影响，比如说你把生鸡蛋煮成熟鸡蛋，结果你还没有办法把那个生鸡蛋再回复成那个生鸡蛋，没办法，那个就是属于蛋白质一种变性现象。这样，看到吗？好，然后接下来第三个，这个东西很麻烦，重金属离子。一个钠离子，我举一个例子，这是蛋白质。如果你今天谈的是一个钠离子，那就是一个小颗粒，对蛋白质影响，就是浓度的问题而已。但一旦是一个比较大颗的带正电的物质的话，它会去干扰到这个蛋白质。所以重金属中毒基本上很怕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意外的喝到那个假设硫酸铜水溶液，应该都知道哈。因为硫酸铜水溶液很漂亮嘛，对不对？应该有不知道会不会把它当果汁，对不对？不怕你一时喝一大杯，怕你每天在那边喝，喝久了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重金属中毒一般来说，你持续性的让你细胞里面呢有它的出现，然后它就会去跟蛋白质结合在一起，这时候就会干扰蛋白质的运作。所以这个就是酵素的问题，其实也凸显出蛋白质的问题。就是催化性，基本上我们是利用这个工具来降低活化能，然后专一性，所以不同的酵素可以应付不同的对象，环境反应环境的敏感性，这三件事情一定要这个认真考虑的。这样 ，OK 吗？好吧，很匆忙的讲完了，剩下的加油，有问题再来讨论吧。拜拜。